我老诶，哇，黑了我喂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llain， 我又在这个很熟悉的地方了。是做什么呢？我们之前有卖过一个在 VillainTroy.com 上面卖那个 Cooling Set， 或者是那个 Villain Shine， 就是射了是不是？那个车就好像有 Cooling 的效果那一个啊，真的是卖到很好很好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又来到这里，因为我们要介绍更多的产品给你们知道。因为 Sonic 就是一个德国的牌子，然后它有很多产品，也有很多很好的东西，我要分享给你们知道，顺便是也是会在这个 VillainTroy.com 上面销售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又有 Desmond 来 ，OK， 来，哎，好，好，啊 ，Desmond 今天是我们的师傅啦，啊，他也是我看到这个卡底调令的达人那个啦，对不对？哎，很不好意思这样子哦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啊，我就叫他讲，哎，因为我们卖得太好了，对，啊，真的是很好，啊，真的，很多套，很多套，580块的固定啊，都卖到够够的，所以你相信他？相信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东西？今天我们要介绍 leather cleaner 和 leather protection。leather cleaner。对。为什么 leather 需要 cleaner？ 用温水抹就好了吗？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认为用温水啊，或者是没有，从小到大妈妈就是这样教的。对对对。啊，但是等下我们做一个 demo， 看是不是用抹它就可以起啊，还是用布这样子抹它可以起呢 ？OK OK OK。它的问题是温水是不能清洁里面的东西的。OK。啊，因为清洁里面的东西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去弄掉它，然后你才来做 protection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一直做 protection 的话，久而久之那个东西就是会硬化了。因为吸收太多那个肮脏东西了嘛。所以OK。很简单的一样东西就是 leather， 如果我不冲凉，我擦柔顺一天，第二天我又不冲凉，我又再擦柔顺，第三天也不冲凉擦柔顺，五天过后你觉得那个皮肤怎样？ leather 也是差不多我们的皮的东西。OK。就有那个效果啦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直盖东西上去，你要把东西清理干净了，然后才擦一个保湿霜才对。对对对 对， 对， 对。哦，是这样子啦。讲了就会，讲了一讲了就会啊。厉害厉害。以后我是达人，达人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支东西来吹，这个是 leather cleaner 啊 ，OK， 然后这个就是protection那个所谓的油啊，对对对，所谓的油啦 ，OK， 所以你要做什么 demo 给我们看？我们就做这两车， okay， 因为这两车很多 leather 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来洗，然后给你们看看它的效果。OK， 主要呢是用这个布，还有这些东西。OK， 等一下，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这两支加起来是多少钱？然后还有送什么？你看到是不是全部都送完？哦，没有啦。OK， 这个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送呢就是送一条布，然后呢 free 你的 postage 咯，在 William 那边。哦，就是有 free 寄货啦。对对对。总之你下了那个单，你不用再额外给那个 posting 啦。OK， 这样子这一罐东西哦，这么大罐的那个塞手量不大对这样子。因为我们洗脸的会洗很多了。比如讲，不单单我们可以洗我们的车的 leather， 你可以洗你家里的那个沙发的，只要是 leather 都可以。对，钱包都可以，名牌 bag LV 可以，只要是皮都可以。对，皮鞋都可以。讲真的没有，真的，皮鞋也可以用。可以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是 car cable 的，这个是 totally cable 的。对，如果尤其是皮包或者是沙发有 leather 的，因为很多人没有去洗它的。Okay。 只不过是擦那个柔顺，但是你做了大概9个月的时候到一年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是开始发亮的时候呢，就你的 leather 开始要裂了。所以开始发亮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它开始要裂，你就要洗它。如果你不洗，久而久之你会看到你的细胞出事情了啊，就会裂，就很难救了，救不到。OK， 所以 demo。对，我们去 demo。 OK， 老板，今天你 demo 给我们看到底需要什么东西？所以你需要一个刷子，然后一个 leather cleaner， 然后一条布。一条布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OK， 刷子你有卖吗？刷子有卖。OK， 但是不在这个 package 里面。不在这个 package 里面。所以258是没有那个刷子的。对。刷子很贵是？是。OK。所以刷子你可以用其他的，也是没有，因为几块钱买了，往外面卖，对，只要是软软的就可以哈。对，这条布是干净的。哎，所以他们说这条布是干净的，这条布是干净的哦，这条布是干净的，这条布是干净的。OK， 所以他们说用布抹一抹，它的 leather 会不会起来？肮脏东西会不会起来？你看这边，然后这边，这边两边。
这边也是。干净吗？没有事情啊、哦。OK， 所、so, 以你看到发亮了吗？这个东西你看到发亮的时候，你还不去弄它、洗干净它，它开始会裂了啊。如果你开始裂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补救了。我觉得一切都太迟了。太迟了，所以发亮的时候、okay. 大家就要注意了，因为发亮的时候就是开始给你signal知道那个肮脏东西是非常肮脏在上面的，所、okay. 以、so, 需要去弄掉它。还有第二点呢，就是 leather 呢基本上是软化的，它不是硬化的。但是你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你按下去它想硬的时候，那你就也是要注意的。哦，一切都太迟了，还可以来得及，来得及。这样子还可以来得及啦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裂了呢？没有办法了。哦，裂了就没有得救了啊。就了啊，但是你要洗干净啦，你再要洗干净给它保护它，不要再裂下去喽。OK OK。啊，来走走。OK， 走、so, ，你要用的时候你就要 shake 它先了。射多少下？三四下这样子啦，四五下这样子，你就刷它。大概五下子，我这样做两下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看。所以我会做一半的先给你看。然后另外一半呢，你再做比较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走，干净的布啊。OK， 妈。哇，老魏。哇。黑了喂，有点黄黄来意哦。啊，是。它是这么这样子，因为时常在桌上桌下嘛，你的裤也是有肮脏嘛，很多东西肮脏东西你磨到啊，它就肮脏嘛，所以你温水是抹不起的，这些肮脏是抹做不到的。你看现在整个没有之前这样亮了哦。对。Uh-huh. 它跑回去原装的时候了。哦，它原本就是这个白灯。对，原本就是这种白灯，然后软化。等你等它干的时候，它就开始软了。车的 steering 也是可以洗的。OK， 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 leather 的嘛， oh. 所以如果你拿水抹它，它也是不起的啊。这边、uh-huh. 看它、啊、干净了啊。Uh-huh. OK， 没有？没有。OK， 哎、okay? uh-huh. ，我们 flow 过来。OK， 这条布，然后一样。uh-huh. 四五下这样子。Uh-huh. 你就开始刷了。哦，一样啊，一样的做法。啊、对。OK。轻轻刷就可以了。嗯。啊，不用出力的，你轻轻刷它、嗯，它的那个肮脏就会跑出来了。哇，这样手每次抓那边不是更多？是。你抓满这边呢、啊？这样这个风弄到那个按钮会不会怎样？没有东西的、啊。没有东西。OK 啊 ，OK 了、okay 啊，没有东西的，没问题的。不如我帮你刷，可以啊，来。我看到了 picture， 我看到不可以，我要帮他洗啊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洗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OK。啊，收。OK， 再抹一下啦。对，干净的布啊。嗯哇 ，My God！ 是啊 ，OK。所以你想看，如果你每天吃完东西、uh-huh. 放在车的 steering，、uh-huh. 然后你的细菌也是在手，然后你带回家、uh-huh. 有小孩也是怎样？嗯、uh-huh. 啊，全部给完它喽，给完它喽。OK。啊，因为如果你爱你的小孩，你就要洗你的、uh-huh. 用来的给人了。OK， 是不是所有的那、啊、这些中间也可以？可以啊，这些中间试看了、啊，来再来再来。再来再来，我、okay, 哦、不用再挤了啊，还要再挤吗？挤多一点点了。点点了嗯。OK。一般了。嗯、哦。怎么？已经差不多刷完了。OK， 好了。OK。然后再拿一片干净的，给他们看干净那一面。刷就可以了了，回家也是一样做的 process。对。OK， 抹一轮。OK。他会走的那个。对。OK。这个是肮脏了。是。所以我们的 demo 就完了，今天。还有，你刷完了，你就要查 protection 是吧？哦，对，要先查 protection。OK， 我就把这边整片就是刷完它，因为你看它、啊、
做干净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它的亮度不见去了。OK， 它的亮不见，它不会 shining 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是原装，它来的时候你肮脏东西全部去完掉。OK， 然后呢，你就用真的是看到一个差别在中间，有一条线的，你看。对对。所以你就把 microfiber 布也是可以。嗯然后呢，这一罐东西。嗯哼。那开起来。开起来，倒一点点。嗯哼。OK。放在这边，涂它吧。这个就是 protection。对。所以要 clean 了才可以做 protection。对了，你 clean 了，你做 protection， 那个东西就很耐哦。大概多久需要做这个东西？半年九个月，你不要超过一年。哦，不要超过一年了。啊，对，每一个皮的东西大概半年九个月你就要洗了。哦。洗 protection， 你不要单单做 protection， 因为你越做越多的时候。它肮脏东西很容易越粘越厚。哦 ，OK， 你看它 protection 都好，都不会亮过你 original 的。哦 ，OK， 这边这个就是完全没有洗的，没有洗的。Uh-huh. 这个洗了做 protection 了，它也是不会很淡很亮。OK， 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好 ，OK。啊，老板，是，刚刚我们也看了 demo， 看了这个东西。这一支跟配这个东西，258，258块。现在别人在独家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，刚刚做出来的东西。是。那你会问，这样那个中间洗 fabric 啊，洗，我看他的那个怎样洗 ？OK， 那个在下一个视频会讲啊，现在还没有讲，现在讲皮先。我们讲皮，因为对啊，我们皮比较多，布比较少嘛。你看身体就知道了嘛。OK， 我们这个258块。对。这一次是送什么？送一块布啊，新的布啦，不是旧的啊。对对对对，当然是新啊。OK， 新的一块布，但是啦，我觉得啦，我们做东西要 steady 啦。我们网友这样支持，啊，我也是来帮他们谋福利的。啊，我觉得送一块布是不够的，诚意没有在。有没？要再刮一点。有没？要。有没？刮一点来。去拿点东西出来那边来。OK。去那边去边找。真的。真的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OK， 老板，你找到什么？来，这个。我整飞完整包，没有啦，我飞一个哈，飞一个啦。OK， 这片呢是来做什么？拿来做擦protection 的时候你可以用。哦，这个油的时候，对，有点它就这样磨。对。哦 ，OK， 这样子这片也是送了。送。送一个蓝一个黄。对。啊，所以这个走开了。啊。所以这一片就代替这一片了。对。坐标是不是片？贵。OK， 老实，一样价钱，一样价钱，两百，不要加价，不要加价，送给你们。哦 ，OK， 所以只有在，只有在，你们自己读。OK， 这样子，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，你们有什么疑问，又或者是你遇到的问题，你可以拍照上来，放去留言那边，我们会一起回答。对，你得空可以去看我的 video 啊，这样子。可以啊。然后又看回你自己。所以你们记得去留言，跟我们讲一下你到底你的车现在是什么状况，你解决不到的，我们的 detailing 达人 Desmond 在这边帮你回答所有的问题。没问题。啊，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，258。Leather cleaner 加 leather protection， 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下期见喽。Okay. 啊，叫他们记得上 villaintrade.com 购买这个产品，然后会 free 你一块布跟一个 sponge 是 for 这个protection leather protection 插上去用的。然后记得申请 as a member， 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第一时间出产品，又或者是。如果我们 member 以后做什么优惠，我们先不要跟他们讲。对 对, 对。因为我们已经 planning 很多东西了。Member 会有什么东西？只有 Member 会知道，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，所以只有 Member 懂。所以记得就这样子哦，记得去 like 一下他们的 Facebook 啊 ，William Choi 的 Facebook， 然后 YouTube channel 记得 subscribe， 然后按小铃铛就可以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吧 ？OK， 我们下次见。啊，我们要讲另外一个 product 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